弟兄姐妹平安，又到了我们思想哥罗西书的时间了。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想要好好研读哥罗西书，每次都很挫折，因为实在太深奥了。我不了解为什么圣经要写得这么难懂。那个时候我20几岁，2005年我在林森南路礼拜堂做主日敬拜的讲员的时候，那我已经做了10几年的讲员，我就下定决心要连续讲这一卷圣经。可是讲了第一章跟第二章还没讲完，我就讲不下去了，就讲不下去了。我在想，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对神的认识还浅，经验还少的缘故，所以在去年呢，我就卷土重来，准备在我们 ANS 呢，把这一卷的信息呢讲清楚。但是我实在不得不说哈，这一次我在预备每篇讲章的时候，都很后悔我做了这个决定，因为实在太难了。除了启示录，在我的里面哈，除了启示录，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在我的里面觉得两卷最难，一卷叫做希伯来书，一卷叫做哥罗西书。希伯来书的原因是因为作者还没有确定是谁，但是哥罗西书里面有很深的思想跟理论是我搞不清楚的啊。我常常觉得我弄懂了这个经文哈，我还是很难讲清楚。等我觉得我讲清楚了，又会有弟兄姐妹来反映说他们没有听懂。上一次我讲第11讲讲完了下来之后呢，当然有人跟我说哇好棒啊，他听懂，可是也有几个跟我说他没听懂。我就找了几个人重听我的讲道，我找了这几个人都是我很熟悉，他对我的讲道的方式他们的灵命都是很深的，并且给我一些建议。有一位我认识了40年，他信主50年，他给我回信了，他说我听懂了，他第一句话是我听懂了，后面括弧我想，哇，那有点谦虚对不对？但这样讲法呢，就让我有一种想法嘛哈，好像没有那么容易。他说你很清楚地解释和说明了这个经文的意思，而且根据了你自己最真实的经验，但我知道大概那些年轻的信徒可能更需要1、2、3那种形式的传讲。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叫我可能要讲得更简单一点吧。可是我自从 ANS 出来之后我就下定决心不告诉你们简单的答案，因为我们是要做职堂的教会，我们会稀释的很严重。如果我们要职堂的话，我们会一直带新朋友进来，然后我们就稀释，分教会，最后就会稀释的很严重。如果大家都是说你说一动我做一动，大教会一定是这样的，大教会一定要说一动做一动，不然大教会就没办法维持。可是我们小教会不能这样，因为我们这样我们就不能职堂，对吧？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好了，说我们不讲简单的答案，但是要讲清楚而复杂的答案。问题是如果复杂了就很难清楚，是不是？所以他跟我这样讲，我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也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办。而另外一位是这样回复的，你就知道我这些朋友哈，都是很认真的在回我的信。他这篇写的有点难，他说您这一篇讲到的含义的确很深入，个人以为神的慈爱对人而言是无需解释就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然而神对人的造就往往伴随着一些苦难和不如意，这个需要经过体验和忍耐，却是人性最想规避的部分。他说你这次所讲的这个概念的确很难讲清楚的，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听的人很难接受，甚至不愿意接受。正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听到的人需要各自去领受经验，这个本来就是神的旨意。他说我个人觉得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这个基督徒他是对佛学非常有研究的。有一次我去找他，他本来还要带我去读楞严经，后来他跟我讲说太难了，或许你就不要读这个，我另外给你2本书看看吧。当然他现在是基督徒，他的回应我很看重。我就说哦，原来在
那些有思想的人 的眼中或者心中，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另外一位是我 很敬重的一个讲员，他是一个很好的讲员，他跟我说，他说我仔细听了两遍，你要知道做讲员的人很难听别人的信息听两遍，对不对？听一遍就说哦，差不多了，不要再讲了，我没有很想听。他说他很仔细的听了两遍，他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讲员，他说其实不深，他告诉我，他说有经历的人听了就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那些没有经历的人却只能揣摩想象。然后下面说，为了让那些没有经历的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你举适合的例子很重要，但是你那个例子如果没有命中那个命题，就会让人掉入无理路中，无理误中。他说倒是哥罗西书你这样两节你讲来讲去，对我是帮助非常大。那你知道这三个人都是我认识很深的人，而且他们对于神的道理有很相当的认识，他们对我也不会客气，他们就是真的告诉我说我想要知道的答案。他们这样的回复我一方面很高兴，因为我确定我这样讲别人听懂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很挫折，因为好像我怎么讲都还不能够贴近会众，我不知道怎么贴近会众，这是我最大的盼望。我现在讲到今年第40，我讲到讲40年了，我在往最后的这十几年，我最大的盼望就是我讲得到从木到有到最深的基督徒都听得懂，接不接受没关系，因为这个本来就每个人不一定能接受，对不对？可是听得懂，我希望木到有听得懂。我现在发觉哥罗西书好像木到有听不懂，可能是因为我的缘故。如果我还活着，10年后我再讲一次，我再讲一次哈。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往下讲，我求主给我们智慧，然后也求主给我知道怎么样讲。其实我都写好了，我早就写好了，而且我反复的再三的，我很少这样，我刚才坐在那边，我再把它，昨天晚上我弄得很晚，今天早上又很早起来，我早就弄完的这个，我再改，我每一个地方我再想想，再想想，再想想。好，那我们还是要回到整个哥罗西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很难接受的，我可以告诉各位，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那就是到底我们为什么而活？到底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而活？我知道我讲出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很多人跟我看法是不一样的。哥罗西书第二章1到5节是本卷最重要的关键的经文，在这里保罗是要告诉哥罗西的信徒他自己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保罗为什么要活着呢？保罗30岁左右就已经在学士工作宗教生活上有很好的成就，对当时的人而言，保罗算是人上人。保罗30多岁的时候，他享有丰富的知识、心灵的力量、美好的名声和崇高的地位。可是就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活有巨大的改变，有巨大的改变。他为了做基督的门徒，他生活的目标完全改变了。从一个角度来讲，简直是天差地别。他从信耶稣那个状况到现在写哥罗西书，又过了30年，差不多。这样比较好记了哈。30岁的时候状况，60岁的时候状况，他原来的地位享受都没有了，而取而代之的是他很辛苦的生活。可是从他所写的书信，他却甘之如饴。他为什么要这样调整呢？这个是很多基督徒想要了解的，特别是那些老基督徒啊，老跟年龄没关系，是信主很多年的，就说保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我们的问题哈，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其实没有很想知道保罗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变。我现在终于年纪到了某种程度，知道我们在想别人的时候，其实是在想谁啊？自己。就是说，难道我信主之后也要像保罗有这么大的改变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要不要想一想这个信仰？我要不要这样活？我要不要这样接受？所以重点是在于，不是保罗为什么这样，而是我真的也要这样吗？我终于想懂了那个原来研究佛教的那个我的朋友告诉我，他说他其实不是不想接受，不，他其实不是是不懂，他其实是不想。哇，这个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以前我的观念就是应该这样就这样嘛。后来我想想，我也是很白痴，哪里有应该这样就要这样的，对吧？原来有些时候我们是应该这样，可是我不想这样，可以不可以呢？
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生命我们很容易明白啊，那就是信耶稣得生命，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但得更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得更丰盛的生命？你我有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了吗？又如何才能够得更丰盛的生命？那我现在来把丰盛的生命做一点解释，看看是哪一个哈。第一个，得更丰盛的生命是不是在财富上更富裕而自由吗？我以前对于富裕我理解，后来我说 不懂什么叫自由，后来我终于说自由是什么意思，我就终于知道了，就是我花起钱来不受限制叫做自由嘛。是不是我们信耶稣之后财富上会更自由而富裕呢？或者是别人有我也一定要有吗？这叫做丰富的生命吗？是活着的时候在别人面前更有名声更有权柄吗？如果不是，那不是越活越回去了吗？还是信耶稣之后他的身体就一定会更健康呢？会吗？生命会活得更精彩快乐吗？黄美莲说的。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更精彩更快乐？或者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就一定会有七贤子孝，凡事顺利，最后一天还寿终正寝呢？那谁不想要这样呢？对不对？其实答案是如果可以这样我们要，对吗？哎，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谁不要这样啊？你有毛病吗？那问题是如果不是这样，我可以告诉你，就我们基督徒而言也没关系，这叫做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是如果有那些要不要呢？当然要啊，谁不要啊？但是如果没有那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算有丰盛的生命呢？所以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其实可能不是结果，而是整个的生命心灵。因此我从哥罗西书的这一段我发现一件事情，更丰盛的生命其实是指我们在生活上心态的转变，而不是我们生活实际的状况是否有改变。我再讲一遍，就是我们心态上的转变，而不是我们实际生活的状况或结果是否有改变。更丰盛的生命讲的是我们到底心理上怎么想的，以及要如何去想。刚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洪昌弟兄在这边做的祷告，我们谁想要确诊呢？对不对？但是如果确诊了呢？基督徒是怎么想的？我们当然祷告不要确诊嘛，那确诊了呢？如果你从没有确诊一直到确诊，从头都是担着心的，跟你从没有确诊尽量保护自己不要确诊，后来还是确诊的，而你心里都一直是很平稳的，这个叫做更丰盛的生命。而不是那个状态，是那个心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为何而活这件事情。那很重要，我这一次花了很多的时间重新在整理我的概念，我就发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来念好不好？你们坐在下面，我们戴了口罩好不好？今天我特别戴口罩，因为保护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会不会得那是神的旨意嘛，对不对？我做我的事情，那神要让我得我也没关系啊。好，来，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预备，请。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老底家人并且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尽心竭力要叫他们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简单的来说，保罗在这段是要告诉哥罗西人和老底家人，他愿意为他们而活。保罗不仅愿意为哥罗西人和老底家人而活，从整本的新约圣经看起来，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愿意为别人而活。我知道初初听到说要为别人而活哈，我们是不太舒服的，因为这个有违我们自我中心的本性嘛，对不对？人的本性都是自我中心的，你从孩子成长的过程你就看到，
昨天那个 Cooper 跟 Morgan 在我们家，我们的外孙跟外孙女哈，因为年龄有不同嘛，对不对哈？那个小的那个呢，就一直要吃，他想吃，然后如果你不给他吃哦，他就把手上抓的东西都往嘴巴塞，这样。这个很正常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他想要吃的时候，他就认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嘛，因为他觉得他肚子饿，或者他觉得不满足，他就要做这个动作。可是如果说叫我们什么都喂别人，你觉得有没有会不会很大的困难？人总是尽量要别人的帮助和资源，有谁觉得现在已经够的呢？有还要更多啊！你知道我有一次哈，我现在已经不做这种调查了。我就问说，我们当中把你的所有财产都算进去，积极财产、消极财产，然后不动产换成现金，这样比较快了哈。全部数字出来以后，因为我是在欧洲问的，我就问说哈，所有现在的钱你都算出来了，对不对？然后我说哈，你有10万就会满足的欧元，举手，就有人举手；你有50万就会满足的人举手，就举手；100万就会满足的举手；200万、500万。1000万、5000万，我说你就会满足的。5000万还有人在举手哎。后来我说，刚才举手的人，你那个数字跟你原来你现在有的财产的总数，你已经达到了，请举手。没有一个。这样听得懂吗？所以你有1000万欧元，你不会满足的，你放心，因为这就是人。人永远在自己要的东西上面觉得不够满足，觉得不够满足，人永远不会。除非我们理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为别人而活，会让我们在安排自己生活次序的时候，造成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做法，这多不方便啊！要为别人而活是很不方便的，对吗？通常我们只有在不得不负某种责任的时候，你才可能为别人而活。第一，就是刚结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要为太太而活，对不对？”哈，李肯新。我昨天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嘛，我住在那边，因为我已经证婚很多对了。然后你知道那个啊，替别人证婚之后，每次都很后悔，因为他有好处都不来找我，他有坏处都一定要来找我，对不对？我现在不敢劝人结婚了，真的。我现在终于明白圣经上讲的说，如果没有结婚的，你不要求结婚。当然了，你结了婚的时候不要求离婚了哈。一个刚结婚的人，他会感觉到他的生活有天翻地覆的改变。如果说哦，我没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你，你的配偶有天翻地覆的改变。你越没改变，他的改变越大。夫妻生了第一个孩子，当然高兴嘛，哪有生孩子不高兴的？高兴的不得了。但随伴而来的感想就是，从此两人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对吗？我想我们有经验的都知道，因为我们需要为配偶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而新生儿会占据我们所有的时间，由他来决定你要怎么活。他半夜不让你睡了，你就不用睡，是不是？我结婚哈，再过几个月就满40年了。我第一天结婚晚上的第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感觉到现在还记得。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哈，就是一个人睡，我爸爸妈妈就让我跟我哥哥两个人睡一个房间，可是我们一定是上下床。我们那个年代啊，上下床。我旁边没有睡过人，可是第一天晚上我不知道怎么睡觉，因为哈一直有人在我旁边呼吸。我说怎么会这样呢？那他怎么睡觉呢？都一直有旁边在那边呼吸。所以在这种有责任的情况下，你是不得不啊，对不对？我一定要让秋华嘛，因为我不让他，我日子更难过，对不对？那我干脆让了，日子还好过一点点。如果我们不把孩子照顾好，你他现在咳嗽，你不带他去看医生，那你就等他更严重，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有责任的时候呢，我们不得不为别人而活。但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愿意为别人而活吗？正常的情况，没有人愿意。我可以告诉你，很正常，没有人愿意。但是在这里，基督徒的为别人而活，也并不是叫我们不吃不喝，把手上的钱都分给穷人，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如果你去看，也不是要我们不要努力工作，把时间拿去照顾那些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不是。
相反的，这个为别人而活是要我们在考虑如何用钱，考虑如何分配时间的时候，能够更仔细的考量，更仔细的考量，弄清楚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心态是什么。你知道，弄清楚这个为人而活的概念了，会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更轻省，更容易解决优先顺序，更不受许多不必要概念的影响。其实一个基督徒愿意为人而活的时候，注意听啊，他就是为配偶而活嘛，对不对？然后呢，为儿女而活嘛，甚至为朋友、为同事、为老板而活，为别人而活，那是一个很不自私、很自由的生活方式。你说那这样是不是很吃亏呢？我们来想想看哈，当一个丈夫愿意为妻子而活的时候，我请问你，他太太会不会知道？会不会？不会啊，当然会知道啊。那通常他的妻子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会不会想说，太好了，从此我吃定你？不会吧？正常来说，他应该会有好的回应，不是吗？正常来说，好。当他们有了孩子，又愿意为孩子而活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孩子成长的过程会如何呢？孩子长大后会有什么表现吗？那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很正常，以后父母是为孩子而活啊。那我请问你，父母会吃亏吗？那这个我们大家要想一想喽。可是我告诉你，以我牧会三十几年的看见，以及我自己亲身的经验，我认为这种父母不会吃亏。倒过来，活得越久，回报越多。就是你怎么付出，你会有怎么的回收的。我再请问，当一个基督徒在职场上这样做的时候，老板会怎么样？会喜欢他，压榨他。但是我想，光州因为老板做多了啦，知道啦。你这种人压榨久了，他就会走掉，他会去为别人效力，你听得懂吗？所以起初你会说，哇，这么好用，多给他两件，多给他一些，多给他一些工作。可是他起初即使受到欺负，但他会一直吃亏到底吗？我认为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站在你的角度想了，你没站在老板的角度想。你换一个角度，老板心里可能本来占你一点便宜，后来想想这种人，你占他便宜占久，他会走掉，他倒过来。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放这种人走吗？不会的。我告诉你，以上三个即使是答案是否定的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还有上帝，因为还有上帝。 我活到现在，我常常想说，很多事算不清了，很多事算不清了。我跟洪昌的恩怨情仇也算不清了，真的。我跟秋华恩怨情仇更是数不清了，对不对？那什么时候能平反呢？当然了，本来有平凡的观念就是不对了，对不对？但基于人的私心，总是会想说啊，我对他这么好，他怎么这样对我呢？或者我付出这么多，为什么没有收获呢？可是我告诉你，要么你就不要接受基督的信仰。那我们就从别的理论来说嘛，如果你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上帝早就告诉我们了，最后清算是在最后嘛，又不是现在，所以没关系，总有一天等到结果出来。重点在这，所以即便我们这样做的结果不像我们想象的，这又何妨呢？这又何妨呢？因为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因此，基督徒要怎么样在地上过在世寄居的日子，并不取决于别人，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对上帝的认识、对圣经的理解。这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所以那天我听了那个人讲了之后，我就说：“对哦，我只要讲清楚就好了嘛。”至于你要不要接受，你能不能接受，你要做什么决定，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每一个人都接受每一个人的想法。而我今天重点在于我讲不讲得清楚，以及我讲的是不是圣经讲的就够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各位可以再想一想，不是很急的，我们时间还蛮长的。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还有一段日子，我们可以慢慢来想，你要怎么活，你要怎么样为人而活或为自己而活，这个没有关系。那保罗在这一边呢，他就往下讲了，他就告诉我们说，那如果要为人而活，要怎么样才能为人而活，要怎么样。我为了这个接的过程，
我就在想说，有些东西我想不通，他接不过去。我终于想通了，所以试试看可不可以跟你们讲通啊。二章六节七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当保罗说我是为他们而活，我是为你们而活以后，他来讲到底上帝怎么做这件事情的，或上帝怎么看这件事情的。那上次我们就用了这个讲了四段哈。第一，我们就讲到说，在这边人，我们所看到的，当一个人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接受主耶稣的时候，第一次我们是说我愿意，或者好吧，或者我接受，或者我相信，或者举手，那个是一个表示，那是一个动作，那是个动作。第一次说我接受，我相信以后，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仍然会透过内在的理智和意志反复的作用，来确定我们要不要继续走下去。我告诉各位，这条路哈，不是那个你愿意走就一定走得到底的，很多时候你会退出，你会退出，因为哈，越后面走越觉得说，哎，真的要这样走吗？我真的要为别人吗？我真的要这样吗？或者我信仰真的是这样吗？你知道，那个是一直要反复的辩证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我常常说，啊，也有一个人写给我，他听完讲到，他写给我，他说：“老师，我真感谢主啊，因为我是一个想不清楚的人，我一直盲从，但正好盲从到耶稣。”哎呀，我很希望我也这样，你知道吗？我希望我的思辨能力不强。我希望我很简单，我希望我就这样子走，那他正好走对了嘛，对不对？他就是老师你讲的哈，我不知道懂不懂，不过我没关系了，我就盲从着耶稣就好了。那我也不能说他对或错，可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你会有一直有思辨的。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不仅如此，我们也学习要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我们生命的影响，这是我们需要每天活在基督里才能做到的。这个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第三，具体上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反复遵行神的话，透过遵行神的话体验到他话语的真实。因为你相信一个人或相信一个理论需要验证，对吗？你不是他这样说你就这样做。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专业的人，好像医生，对不对？医生告诉我说，李长老，如果你身体不好你就吃这个，如果那个不好就吃这一个，他先告诉我。或者是我感冒了，我生病了，我去看了医生，医生告诉我你就吃这个药，你乖乖吃，那我吃了一次没感觉，那我就要决定说下次要不要吃嘛，对不对？可是医生一定告诉你，你没有吃到一天两天你是不会有感觉的，那你要不要听？你吃了四次你还没感觉，你要不要吃？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的，你每做一个动作你会说，哎，怎么没有产生那个呢？我对主好，主没有对我好，那你还要不要对他好？我对人好，他又没有回应，我要不要对人好？那这些都是要反复遵循神的话语，一次一次有经验之后，你得到一个结果说，哎，果然是这样，哎，那个时候你信心就会坚固了。所以信心并不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信心需要时间。亚伯拉罕可以把他儿子献上，并不是头一天，他连太太都敢放掉啊，你听得懂吗？他怎么敢把儿子杀掉呢？听得懂我的 对不对？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他终于确定一件事情，神怎么说事情这样做就对了，那个并不是头一天就可以的。所以我们信心坚固的缘故是因为我们反复遵行主的话，那最后就得一个结果。因此无论有一天我们碰到的是顺境还逆境，我们都会感谢神了。因为逆境是时候还没有到，还没变成顺境，所以不用担心这些事情。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生命内在生命的得着。那么保罗在这一边就往下讲说，如果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怎么样会变成有一天愿意为别人而活？我们怎么样有一天会变成为别人而活？可是请问这样的生活容易吗？我告诉你不容易，我自己的经验是不容易，这个需要我们不断的经历，不断的调整和改变，这个就是很真实的基督徒生活。你知道啊，我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发觉很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对方一定在想说什么对他最有利，他如果没有等到最有利的他就走人了，
那如果没有时间的印证，你怎么会用过去的经验就能够解读一个新的理论呢？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我知道有点难，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花时间。我一直在想，保罗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怎么样为人而活？为什么他又倒过来讲说我们要怎么样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照理说从这边呢就应该进到下面一步了嘛，下面一步应该讲说怎么样为教会带来向上建造的结果，或者怎么样可以造成我们可以更多的成为别人的祝福。他没有，他又回来讲说那我们怎么样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我想了很久，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讲我为别人而活就好了呢？为什么要先解决我不应该为自己而活？后来我终于知道一件事情，我想通了。你知道我想事情总是想得很简单，我觉得我想得太简单了。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自己的问题老是不能得解决，他会想到别人吗？一个人他如果整天他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他会想到别人吗？一个人整天在生病，他会想说怎么爱人吗？他很难嘛，对不对？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困难；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很困难；当我们心里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很困难。我们看自己都来不及，我们哪里有可能为别人而活呢？所以也难怪很多基督徒一直看着自己。可是这一段保罗说你不能为别人而活的原因是，你把自己的问题不需要放大的放大了。所以他先告诉我们说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该注意的注意，不该注意的不用注意的时候，你就有多余的时间为别人而活了。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弄懂。我现在在解学保罗为什么这样写，其实在我心里想，你根本不用讲这一段嘛，二章八节到二十三节不需要讲，你直接跳到三章一节就好了。后来我终于知道了，人没有这么简单，人没有这么简单。秋华常常跟我说，他说好，他说李健，他说你一直劝别人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没有考虑别人的难处啊？哎，对耶，我都没考虑到别人的难处。可是保罗这边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你以为的难处是真难处吗？你以为你的难处是真难处吗？如果你以为的难处是真难处，你要解决你的难处。如果你以为的难处是你假设的难处，那个不是难处，你就不需要解决你的问题。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看着自己。那保罗在告诉我们怎么样不用看到自己呢？怎么不要看到自己呢？你要知道人很奇怪，人非常主观，对不对？今天那个 YWA 的秘书长玉玲姐妹在我们当中，她已经癌症三年了，每个月化疗，化疗到现在三十几次了。可是你每次问他说你化疗怎么样，他说我化疗很好啊，每次都去医院度假，脑筋有问题。所以他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关注别人，因为他觉得那个东西不是问题。我可以告诉各位哈，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嘛。换了我可能做不到。如果我有癌症的时候，我会一直看着我的癌症，我不会再管别人了。但是癌症我们能不能有问，能不能解决呢？我现在只是举 日常的例子啊，我们能不能解决呢？我们会不会因为更担心我们的癌症就会好起来呢？可是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嘛。那我觉得也有些人像可能或者像玉玲姐妹，她可能不是她不想这个问题，而是这个问题对她来说不是问题，所以她就没想了。可是对更多的人而言，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所以她就花时间想了。我要告诉各位，今天我讲的这个与基督同死是保罗告诉我们，到底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看为重要的问题是不是重要的问题。如果是重要的问题，你要花时间；如果不是重要的问题呢，你就不要花时间啊。我常常想带一个我年轻的照片给你们看，我又忘记了。我头发这样看起来不多，对不对哈？我不多是客气的哈，是说很少，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我小时候或年轻的时候头发很多很多很多。如果你看过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在这边曾经讲过，
那个理发师帮我理发的理发师在理我头发的时候呢，他已经做了20几年的理发师了。他告诉我说：“我这辈子还没有剪过像你头发这么多的人，你相信吗？”我结婚的那一天早上还去理发的地方，他在帮我修，一直打薄打薄打薄，到后来，你知道吗？每次剪完头发的时候，地上都是一堆的头发，所以我就了解压沙龙是怎么样的状况。可是，我到底能不能够关心我头发会不会掉呢？听得懂吗？我关心了它就不会掉吗？或者掉了会我有什么影响呢？我后来哈，头发越掉，我就发明一个理论，发明一个说法来安慰我自己。我说头皮以上的没有头皮以下的这么重要，所以我发展头皮以下的，那个是我可以努力的。至于头皮以上的，反正我也没有办法解决，对不对？因为圣经上已经讲了。圣经上是说我们的头发神每一根都数过了，对不对？哈，那个是我们的翻译，其实不是，它是我们的头发每一根上面都有编号，你听得懂吗？所以某一根掉是神决定的，它有编号的，所以会掉的就是神让它掉的嘛。所以我何必花时间在 头皮以上呢？那我今天要告诉各位，保罗花这段时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或者我们怎么样能够为别人而活的前提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与基督同时为我们个人带来向下生根的生命，我不太懂为什么要同时啊？为什么要同时啊？与为我们个人带来向下扎根的生命，不是与基督同活吗？为什么要同时啊？好，第一，保罗说与基督同时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要得到真正的自由跟一个事情有关，那就是要跟他一起死。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来，我们来读好，预备，请。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保罗这一段是非常的难，非常的难，但我把它讲成一个比较简单我们能理解的。保罗当时生活的哥罗西这个地方有两个流行的主义，一个是禁欲主义，一个叫做智慧之言。禁欲主义就是教导人不要放纵，要谨慎自守，不要败坏，要限制自己的欲望。这本来没什么不好，这是好事啊，这是好事啊，说起来是好事，是对的，但人会走极端。禁欲主义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不要吃什么，不要摸什么，不要拿什么，不要尝什么，甚至不要想什么，你总要清心寡欲才能高人一等。保罗那个年代还有一个叫做智慧之言，正好相反。你知道保罗活的那个年代正好是希腊思想最蓬勃的时代，而保罗也是个脑筋很好的人，所以他会接触这种思想。智慧之言正好相反，他告诉你说，你守了什么规条，你做了什么好事，你怎么说话，你就比别人有智慧有聪明，要不要？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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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吗？我们都要这样啊。但是走到极端，你就会变成你一定要做什么，你不做什么就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这个禁欲主义跟智慧之言正好相反，禁欲主义叫人一定不要做什么，智慧之言叫人一定要做什么。这两个看起来相反的主义，其实今天看起来是同一条路线，那就是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呢？律法主义就是叫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你都要照着定好的规条，你照着这个规条去做就好了。如果你没有照这个规定去做，那么你就会受到某种惩罚，或者遭遇到某种结果，或者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来补偿。
其实律法主义是每个时代都会产生的，律法主义在每一个时代都在发展，而且是每个地区都会有，更何况耶稣和保罗那个时代跟地区是希腊时代，希腊思想最流行的时代，历史历代的人总有一些理论告诉你，如果你这样做就会有什么好结果，如果你做了哪件事情就一定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如果他只是建议啊，我们不能称它为律法主义，那因为建议很多是好的，大部分的事情本来发生都有因果关系嘛，都有因果关系啊。你知道最近我都没有来运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你吃太多又不肯运动，就会产生多余的脂肪囤积在身体的某些部分而变胖，看到吗？我这是放松的时候，当然我吸起来可以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晚上熬夜不好好睡觉，你的身体精神自然就不好，这都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们教会建议大家要运动，我们大家建议大家要早点睡觉。可是如果你规定说吃多少大卡你就一定要多少时间的运动，否则你就不可以吃，这就进到律法主义的里面，对吗？如果你不运动你就超重，高血糖、 高血脂、胆固醇过高，而且你一定要遵守。如果有人这样告诉你，我告诉你哈，我现在告诉你，大部分东西你是不能吃的。去麦当劳吗？不要去啊、哦、啊、哦！尤其不能点套餐。我跟麦当劳没有那个仇恨，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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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吃一个麦当劳的大麦克是530大卡，消耗掉要68分钟慢跑。吃一个大麦克，1-2分钟就进去，而且好舒服，舒服舒服不舒服？舒服。我是没有吃，我不知道，我再吃就不得了啦，对不对？好，你说大麦克不能吃啊？我告诉你，不仅大麦克不能吃，麦克鸡20块当然是不可以吃的，就是6块你也不能吃。吃了6块麦克鸡，麦克鸡啊要慢跑45分钟才能消耗掉。我这个是标准麦当劳给我的资料哦，不是我写的哦。不是我讲的，你说那来一个中暑好不好？中暑哎，不是大暑哎，我解解馋。对不起，42分钟，慢跑。那可不可以来一个小的苹果派呢 ？No， 29分钟，29分钟，你敢吃吗？喂，我不，我好怕麦当劳来告我，你知道吗？我这样子大家都不敢去吃了嘛，对不对？或者你规定说你一定要在9:10以前上床，不然你就会睡眠不足产生肝疾病。我请问你，我们有没有一点自由啊？可是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在用开玩笑的方式跟你说，你的禁欲主义跟智慧之言都是这样，他会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这个不仅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常常碰到，就是在我们信徒的基督信仰当中，也会因为强调某些规条的重要性，比如说一定要禁食，或高举某些问题说绝对不可以如何如何，就会过犹不及，产生很大的错误。我们教会哈，过去3年来都鼓励大家1年速读圣经一遍，对不对？很多人都有参加嘛，但是我们不会告诉你，甚至我们连暗示都不会暗示说读的人比较敬虔，没读完的人就会经历什么不顺利，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对不对？甚至我有时候好几天没读了，我就怕我后来跟不上会放弃，我直接放弃那一卷。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放弃了耶利米书，有一年我就说耶利米书我不读了，我跳过。为什么呢？因为读不一定会更敬虔，注意听我说不一定哦，不读不一定就不爱主，但是读好不好呢？一定要读嘛，这好处嘛，那都叫做建议。今年刚刚过的复活节，我们鼓励大家学习禁食祷告，我知道很多人有参加，我们也谢谢主，以后很多人一直在贴那个资料给我们，每一天都有的机会可以资料可以看。这些禁食祷告的人一定得到生命很大的好处，但如果你因为时间或身体不许可没有参加，或者你这次不想参加，我们没有从来，我们没有提出来什么惩罚的条例，对吗？洪昌长老哦，下礼拜做长老哈，下礼拜要来聚会哈，除非我们通知你不用来，不然就要来聚会。这就是因为我们教会不愿意用规条来限制大家，
我们教会不用规条来限制大家，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什么，或一定不可以做什么。当然，很多事情做的对我们很好啊，但是它没有一定绝对的标准。最近一直有人来问我说，不仅台湾的，国外很多人问我说，台湾教会在流行 RPG， 问我好不好？当然好嘛，你这不当然好 ，RPG 怎么会不好呢？怎么会不好呢？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有 RPG 了。那个叫做小小组，不叫 RPG。我相信我们的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人，叫小小组，就是一个小组里面有差不多十个人，然后分成三个小组或两个小组，而且人就三四个人，跟现在一样啊。可是那时候不叫 RPG， 这就是我们一个礼拜有一次到两次用电话祷告，现在是用影像祷告嘛，对不对？那一样嘛，因为那个时候只有电话嘛，而且要家用电话，对不对？好，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一星期一次，一星期两次，你跟非常少数亲密的人在一起祷告，生命当然一天一天的长进。但如果因为你某些的原因错过一两次 RPG， 你放心，不会因为你错过这一两次，神就叫车来撞你，你放心。真的啊，而且你也不会每一次都守 RPG， 这次就不会确诊，不会。你还是有确诊的可能性，因为这个跟那个没有绝对的关系。如果有人这样告诉你，那叫做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告诉你绝对会怎么样，圣经里面很少绝对会怎么样的，真的很少。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相信每个基督徒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会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事情做出不同的反应，那个跟每一个人生命有关。面对这种状况，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如果碰到律法主义，如果碰到智慧之言怎么办呢？他提出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叫做与基督同死。好好玩呢！他说与基督同死，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了。律法主义就是把我们限制住嘛。与基督同死，什么叫做与基督同死？哈，什么叫做死？弟兄姐妹，请问一个人死了是什么意思？死了就是不再有反应，死了就是没有反应。在这边，保罗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听到某些理论，那些理论越过基督教训的时候呢，我们就用死来面对它。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是死的。这是一种思路，这是一种思考模式。换句话说，基督怎么看那件事，我们也用那种方式来看那件事。基督像的哪些事没有反应呢？我们对那件事我们也不要反应它。你要知道啊，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发觉耶稣基督对很多事他没有反应的。我现在不要去仔细的讨论哈，他对安息日有某种程度的解释跟别人不太一样，对不对？当时说不可以医治，他才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要医治，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那你要知道，你要面对一个规则，你要去抵挡它，都是很困难的。保罗告诉我们，就不要反应嘛。向着罪，向着没有生命意义的事情，那些规条们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我们也是这样，只有向他们死，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觉得别人敬重你，对你重要不重要？如果你觉得非常重要，他就会约束你。如果你因为他要你做一件不对的事情，他就会敬重你。你为了得到他的敬重，你就去做那个不对的事情，你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什么事情会约束我们？什么事情会使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向着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死。所以与基督同死是告诉我们，对某些东西你要想清楚，这个东西到底跟我什么关系啊？对于罪的捆绑，我们当然没有自由啊，但相反的，有一些规则无意义的要求约束了我们，我们就没有自由。那我举一个例子哈，我记得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50年前了，教会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教会告诉我们，不要看电影跟电视，因为那个是魔鬼的工具。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十几岁，不要看电视，不要看电影，那人家大家都在看呢。你说我压力大不大？很多基督徒都这样啊，因为是十多岁的孩子啊，所以一方面很想看，看了又有罪恶感，非常辛苦。还好后来别人说是可以看的，而且是有权威人士说可以看的，所以就解除了我的罪恶感。我现在只是讲那个感觉哦，那感觉就是到底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在我那个年代，还有一个规定让我印象深刻。有人说，
我们基督徒是不拜偶像的，所以不像国父遗像跟国旗，国父遗像跟国旗行礼，不可以行三鞠躬礼。我们那个时候国中跟高中是要升旗的，对不对？要升旗的，有周会的。然后大家，然后那个什么，像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你就看有人不鞠躬，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拜偶像。我讲真的有这样子的人的，而且在我们那个年代，是真的有很有名的基督徒讲这件事，又在我的教会，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就是要不要鞠躬？他如果碰到你说光州，你有没有鞠躬？你又不能说谎，对不对？你说我鞠躬，你怎么可以鞠躬啊？你是基督徒啊，与基督同死。我知道很难，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为什么那些律法主义这么厉害？还好当时也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要听他说，讲说不要听那个人说的，这个人比那个人更有权威，所以我就鞠躬了。因为那时候我不懂这些东西啊，我不懂与基督同死什么意思，我也不能判断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当然，随着年龄，随着智慧，随着基督生命的成长，我慢慢知道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就是向着某些东西你必须是死的。我继续讲下去好，我告诉你可是没那么容易，对不对？ That's why 保罗要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很难帮助别人。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都来不及呢。如果我今天可不可以看电视，可不可以看手机，可不可以打电动玩具，可不可以这个像国父遗像，或者是行礼，或者是怎么样，我这些东西都搞不定，我怎么样为别人而活啊？我为自己而活都来不及啊！这第一，第二，保罗说，怎么样要与基督同死呢？与基督同死，为我们带来向下扎根的生命。我们生命为什么会长起来呢？是因为我们愿意跟基督同死。那与基督同死，使我们拥有丰盛的生命。这第二，我来念给各位听哈。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情欲的割礼。你们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既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刚才我们讲到与基督同时，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那些东西不应该捆绑我们，却捆绑了我们，罪捆绑了我们，我们却被罪捆绑，我们挣脱不掉。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与基督同死，那么我们从罪当中出来了啊，这个比较容易懂。进一步的保罗说，与基督同死，我们才能够拥有真正丰盛的生命。使与基督同死，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真的比较容易明白。但当你受到不需要捆绑的状态，用死来面对它，当然就得自由了嘛。可是与基督同死为什么又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呢？因为当时哥罗西这个地方主要是外邦人，他们常常听到那个犹太人跟他们说因为你们不是犹太人，你们没有受过割礼，你们没有守摩西的律法，你们没有脱去肉体的情欲，你们也没有处理自己的过犯。你要知道犹太人他们旧约第一个受割礼，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脱去情欲，他们跟基督有关，他们跟上帝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按照旧约的记载做该做的事情，以及做错了有赎罪的方法。可是犹太人就告诉外邦人说，你信了基督你还是要照做那些所有的事情。只是保罗跟他说没有，用死面对他。你们没有律法可守，你们又没有割礼，你怎么能享受神丰盛的生命呢？保罗在这边清楚地强调，基督的本身就是神本性一切丰富居住的所在，基督的本身就是了。所以当你得着基督的时候，跟他同死的时候呢，那些规条就都没有了。换句话说，与基督同死就等于免受割礼，不会受到律法的攻击。
从保罗告诉哥罗西的弟兄姐妹，原来当我们今天也一样啊，与基督同死的时候，我们没有受旧约割礼的约束，也不必行旧约赎罪的礼仪。你说那我们今天怎么办呢？我告诉各位哈，就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发现我们好像没有做到旧约该做的，旧约很多该做的事嘛哈，跟不该做的事嘛，可是我们没有做怎么办呢？我告诉各位，那个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死的，我们跟基督一起死，所以那些不需要守的规则在基督里面就全部被拿掉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释放，但这个不表示我们可以无限制的犯罪，没有，相反的，我们反而因为知道是基督替我们受死，所以我们与他同死的时候呢，就说哦，他死了我们也死，所以他对罪没有反应，我们对罪也不必反应。那就反应了怎么办呢？反应说其实我是死的，我又回到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就享有那个丰盛的生命的。但认罪这一件事情，我不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今天，因为今天不是一个讲认罪的这个课题，我只要告诉各位说，这些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的事情，是因为基督替我们死，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让我们跟他一起死。当我们死了以后呢，罪就不能控告我们。来，我现在讲啊，因此啊，如果你一直惶惶不可终日的觉得你在犯什么罪，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去认罪，不必等，就去认罪。之后就把它丢了。你说我下次再犯罪怎么办呢？下次再犯罪就怎么样？就再认罪嘛。你说那我是不是永无止境呢？哦，是你开始会感觉永无止境，那是因为你不习惯你是死的。等你习惯了就好。你那个犯罪会越拉越长，中间的时间会越拉越长。你可能本来是两天犯一次罪的，你会变成三天犯一次罪，五天犯一次罪，那是因为你不习惯。其实我们对他是不用反应的，可是你反应了，你就说：“哎呀，怎么办？”然后你说：“哦，我不应该反应，我是死的。”跟主说：“求你赦免我。”然后你下次又反应了，你怎么办呢？我是死的，所以永远要记得与基督同死，这个才能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我再说一遍，这个最后的事情，我今天没办法给你们很深的解决。我现在只是要告诉你说，你是永远不能解决罪的问题。所以犹太人才永远有市场，你听得懂吗？所以旧约才永远有市场啊，因为我们对罪都敏感啊，而且你信主越久越敏感，所以你就会一天到晚觉得你自己犯罪，一直犯罪，就自己软弱跌倒。可是呢，你怎么面对呢？就说哦，我是死的，过了认罪，求主赦免我。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会对自己的罪有产生感觉，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说我们认罪，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与基督同死是我们生命可以丰盛起来的原因。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决，你整天都在搞自己的事情就够了。这个叫做灵里的贫穷，跟财富的贫穷是一样的道理。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永远在担心，对不对？可是我问你，当你吃得够喝得够住的也没有问题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你自己贫穷嘛，是不是？可是你要告诉你，我现在已经不贫穷了，因为我没有再贫穷。可是你看到别人吃得好，吃得用得比你好，我告诉你，永远有人用得比你好，那你永远会不满足。所以你只能告诉你自己说，我这样饱了，这个不是开玩笑哦，我没有说你不饱要说自己饱，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饱了不应该再说自己饿，你够了不应该再说自己不够，你已经可以享受这个了，你不可以说我还要更多，因为你这样你永远不够。我们对罪也是这样，罪就是一直告诉我们说你不够，你不够，你不够，你再来，你就跟他说我跟你没关系。这个是与基督同死的第二、第三，又往前进一步了。更难的部分在于，与基督同死为我们带来的是我们不再受制于捆绑。刚才我们都在讲自己啊，现在讲到别的东西了。我们看最后一段，与基督同死使我们不再受制于捆绑是为什么？因为当时有这种状况。我们来看十六节十七节，你们念一节，我念一节，好吧？十六节，请。所以，
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辞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就是与基督同死，不仅第一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第二让我们享受丰盛的生命，第三还让我们不要受制于捆绑，不要受制于捆绑。为什么会受制于捆绑呢？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都是当时的文化，当时犹太人平常在守的规矩，那是一个习惯，那是一个环境。如果你生活在犹太人当中，你不得不跟他们一模一样，因为你会，不然你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他们都这样做。注意听啊，注意听啊。所以当你在一个环境的时候，你是会跟着那个环境走的，所有人都这样，你也就这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选环境，所以我们一定要选环境，因为如果你选那个环境，你就受环境的影响。你知道我们长老们最常在讨论什么？在讨论这个教会应该是个怎么样的教会。我们一直要回到说这个教会是个怎么样的教会。我们在检讨的是我们带领的教会是个怎么样的教会，不是要把弟兄姐妹带到什么地方去。你知道这两个差距吗？如果我们一直想把你们带到什么地方去，那个是我们想 drive 你们。可是如果我们一直问说这个教会是个怎么样的教会，我们是在改变我们自己。你看起来有一点一样，其实它是截然的不同，因为它的动念，它的动机是不同的。我们一直在问说这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而不是问说要把你们影响到哪里去。因为当我们看着你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辖制你。可是我们看着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问我们是什么。那今天当我们活在犹太人当中的时候，他们对饮食，他们对节期，他们对月朔，他对安息日，他都是那样子的环境啊。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有没有发现到不同的餐厅有不同的感觉？有没有？有些餐厅进去，如果你讲话很小声，第一个你就听不见你的声音了，第二个你就感觉不到那种餐厅里面的感觉，对不对？到港式饮茶的时候讲话一定要大声，吃日本拉面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声音，这样不然我就感觉你融入到那个社会里面。我现在回到很严肃的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来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受制于文化跟习惯而不是信仰？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你知道文化跟习惯是会形成的。其实犹太人在守的这些节期、月朔、安息日，是在指的基督，所以当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就得释放了，就得自由了。可是他们却不是，他们就保留的那些东西。其实今天基督徒也是会这样的，我们会标榜我们特别遵守了圣经，我们高举了某些人，高举了某些事情。自己也会觉得因为我这样我就高人一等，他们会用非常谦虚或者故意谦虚的方式来表现他们与人不同，甚至他们会常常显出他跟神特别亲近。所以如果我有常常让你们觉得我跟神特别亲近，是我的问题。我为什么需要让你知道我跟神特别亲近呢？那我的动机是什么呢？我是不是想影响你，让你很敬重我呢？这是我需要想的。我相信你们跟我们几个同工在一起，你应该不会有太深这种感觉，对不对？一靠近我，你就有倒弹的感觉。他们太圣洁了，我们一过去，咚，有一个电场让我不能靠近。我相信应该不会啦。为什么你应该不会？你知道吗？因为我自己都不觉得我自己是。那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所以可能是你误解我了。可是你知道很多的 seafood 是这样造出来的。很多 seafood 是这样造出来的。很多人会因着读经、祷告、行道，然后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其实这些是让我们能明白神对我们个人的带领，
甚至让我们知道说，神给我这个东西，我是要拿来服侍人的，不是来装备高举自己的。我们基督徒当中并没有谁比谁高人一等，这样听得懂吗？这就是这篇保罗讲说，你不要受人的辖制，你不要受人的辖制，你不要受制于捆绑。我没有比你高，我这样并没有逃避我自己要追求神，好像我 low 到可以让你跟得上，我没有要这样做，那是我跟上帝的事情。可是你不要觉得我或长老们就特别高人一等，最后就是这些长老们、这些牧师们、这些带领人们，不要把自己建立得很高，那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建立的啊。我碰过很多这样子的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模一样。而且不管你在多高的位置，你只要一不小心就会回到原点，就会降到跟别人一模一样的地方。我们虽然在地位上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在经历上我们却是一天一天慢慢的成圣。因此没有谁可以免于软弱犯罪，同时也不会有人可以自认自己高人一等。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弟兄姐妹的时候，不是说我的儿子要跟我说李弟兄，不是那个意思。我儿子还是叫我爸爸的。他得说我们是弟兄，是我们没有谁高谁一等，我们都是差不多一样的那个状况，我们彼此扶持。但有一些真的有比较有经历的人，他们想让人看见，这个又是回到自我中心，对吗？所以这个又是没有死嘛。所以与基督同死，我们才不会受制于捆绑，我们不会自我膨胀，我们不会出于人的罪性。很久以前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台湾另外一个城市去看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都搬家到那个城市去，他们在那边就成立一个小组，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教会呢没办法照顾他们，所以他们就成立一个小组。他们就问我说他们叫什么小组，我就给他们取名叫流浪狗小组，因为他们流浪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他们就通通聚在一起，就请了一个 就到一个教会聚会，就跟一个牧师在一起。后来我就觉得我们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怪怪的，越来越怪，越来越怪。我跟秋华就去探访他们，那天他们的弟兄姐妹就请他们的牧师跟我们一起吃饭。那个牧师比我还年轻，可是那个牧师吃饭的时候，他坐的姿势，他整身体散发出来的味道，以及点菜的时候他的那种回应，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词了哈，现在都很流行了，这个就叫 seafood。我不骗你的，是真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都是坐着不动的哦，就这样子。然后你跟他讲话，他就是这样子，你讲什么他就这样子，很不容易就点个头，嗯。然后他开始吃东西的时候，那个手的那个动作跟那个身体很特别。我说：“哎，怎么有这种人啊？不像我们这个好像阿里不起来那样，他很随便啊，跟别人很……”后来我就发觉说他很奇怪，很奇怪。他坐在那里吃东西，而且他讲话都会讲很奇怪的话。他会跟弟兄姐妹说：“哈，不要去逛百货公司，那个是物欲在引诱你。”他会直接问你说：“有没有去百货公司 ，Sarah？” 这里只有一个 Sarah， 只有你，你放心，不用再找那个。如果有，你要认罪。他是真的这样讲哦，他就真的给你讲出来了，你要认罪。结果有一天在百货公司，对，真的牧师跟那个弟兄姐妹见面，那个妹吓一跳，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牧师怎么说？就是说我来看看你们有没有在这里。他真的是师傅的，他真的有先知的恩赐，他知道在这里找到人。哇，他在讲那个话哈，你就觉得说他，然后你讲一句话，他就说：“哎，你这句话有骄傲的成分。”我们来祷告。我是说真的，他说你讲这句话有骄傲的成分，我们现在就祷告，他帮你认罪。有一天，他跟一个姐妹说，一对夫妻说你们家住得太好了，贪爱世界，住这么好的房子是不应该的。后来，这对夫妻就搬到乡下去了。那个家里整理好之后，就让牧师住了。
真的啊，真的，我讲的真的事情啊，这个不就是 seafood 吗？后来那个牧师就住在里面，我听到气得半死，我就跟我们的教会那个姐妹说，你怎么会这样啊？跟弟兄姐妹，你知道他后来就不看电影了，什么事都不能做，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满口的属灵的话语，我吓坏了。这个就是受制于捆绑。后来我打电话给这一个牧师的老师，我跟他说，你的学生是律法主义者。然后那个老师还跟我说，李长老应该不会吧。我说你再看看他是不是个律法主义者。过了一段日子，这个老师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李长老谢谢你，他说我后来真的发现他是个律法主义者，他已经被我开除了，受制于捆绑。你知道当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很难不被那个环境影响，对吗？你知道他们的教会的弟兄里面对那个牧师简直就是毕恭毕敬。我们教会不要这样子的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高，更高一等，不然我们就不能执堂。我们执堂就是因为你能，因为基督在你的里面，不是因为我能，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不要受制于捆绑。那怎么办呢？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这样，因此我们必须与基督同死。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自己就不会受制于高举自我的捆绑。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再受制于别人对我们的捆绑。因此，我们个人的生命就会产生向下扎根的结果了。当我们要讲我们为别人而活之前，先处理我们自己。否则你不可能为别人而活的，你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把所有时间拿来处理自己都来不及。可是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就是我们里面很多东西要你只能用以死来面对它。你死来面对，第一个，如果你要得到真正的自由，是你不需要对那些捆绑、那些罪恶产生影响。如果我们要得到真正丰盛的生命，我们要去处理我们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处理完它就走了，再发生我们就再面对，再发生再面对，你没有办法一次永远的把它处理掉。这让你得到丰盛的生命。第三，我们不要受制于捆绑，不要被别人捆绑我们，我们也不捆绑别人。那这个办法就对自己死，对自己是没办法死的，就是与基督同死。求主帮助我们，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解决问题。我再一次告诉你一件事，你的问题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你的问题基督已经解决了。我的问题不是太大的问题，我的问题基督已经解决了。所以过度看重你身上的罪恶是有问题的。我没有说不要看重，你当然要看重，可是过度意思是说他永远不能解决。我告诉你，他已经解决了。你也不一定要守什么规则才一定是爱主的。那这个当然你需要时间啊。所以我就告诉你说，我没有要讲简单的道，我没有告诉你一二三是什么。当然那是因为在我们教会嘛，我们教会都听讲道已经听很久了，在我们这里，所以慢慢来，慢慢建立你正确的观念。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再一次的仰望你，主，因为我们想做一个职堂的教会，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带领我们，但是我们就是要面对我们自己。主，今天我们学到我们个人生命的生根必须与基督同死。如果我们一直看着我们里面活蹦乱跳的样子，主，我们没有办法去为别人而活。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不受罪的捆绑，不受人的压制，不受律法主义的影响。求你让我们真的很真实的简单的活在你面前，对着那些不应该捆绑我们的、不应该限制我们的罪以及其他的规条，我们向着他是死的。求你让我们对他没有反应。这虽然这个学起来不容易，但是帮助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我们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